1982年，没人能想到由张新妍执导、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居然以1毛钱一张的票价创下了1.6亿的票房，有人甚至看了50多遍，观众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40年后，84岁的张新妍导演再谈及这部影片时，只说了一句话：拍《少林寺》就是为了争一口气。1979年，内地电影举步维艰，而当时香港电影却已经开始蓬勃发展，成龙、洪金宝等人逐渐崭露头角，加上当时李小龙所打开的国际影响，中国功夫一时成为最热的话题。因此，相关部门领导在一次与香港电影工作者的座谈会上，有人便提议将少林功夫搬上荧幕，以此来复兴国产武侠电影。经过研究，少林寺由香港新联公司拍摄，起初制片方邀请了香港导演陈文，选用的也都是戏剧演员。然而由于当时的少林寺破败不堪，满园杂草，加之开拍季节是冬天，场景萧条灰暗，缺少美感，打斗动作也不真实，花了近40万港币拍回来的片子却过不了关。无奈之下，制片方请出著名导演张新妍前来救场。而张新妍认为，要想让内地功夫片一鸣惊人，就必须动真格。张新妍进组之后，毅然决定将此前的拍摄全部推翻，开拍时间改在春季，把原来的主要演员全部换掉，通通改为有真功夫的人出演。而这个决定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为了在全国范围挑选出最能打的演员，体委发动全国武术界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相继到达郑州市中州宾馆集合，随后这部分人又被拉入部队进行集训。这批人员中就包括蝉联5届全国冠军的李连杰、山东醉剑双手剑高手于成慧、螳螂拳王于海、剑术冠军王长凯、枪术绳标冠军刘怀良、金刀醉棍选手孙建奎、浙江省武术队退役队员季春华、青年话剧演员丁兰，还有广西、湖南、陕西等地数名武术新秀，总计18人，也被戏称18罗汉。大家每天进行骑马和专项技术训练，观摩武打录像片，熟悉剧本情节。当时17岁的李连杰，无论外形还是身手，都十分符合剧中的主角绝远，因此导演直接拍板。同样直接拍板的还有剧中饰演大反派的于成慧，19岁时曾获得青岛武术全能冠军，一套娴熟惊人的棍术让他在众多高手中一跃而出，成为少林寺中大反派王仁泽的独一人选。2号反派季春华17岁那年，因为一场大病，头发和眉毛全部掉光，而导演张新妍在挑选反派人选时，一眼便看到了躲在别人身后的季春华，他觉得这个人外形够凶狠，演秃鹰正合适。而这个角色也让当时才19岁的季春华开启了他一生的反派生涯。1981年春天，这个汇集了各派高手的少林寺剧组正式开拍。由于这群武林高手常年参加各类比武，因此剧组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紧张的竞争气氛。当时根本没有动作指导，没有电脑特技，拍谁的镜头谁就自己设计动作。一帮争强好胜的人拍电影就像在玩命，用替身在这群人眼里简直就是一种羞辱。剧中李连杰和于成慧决斗的那场戏中，正值严冬，两个人要跳进黄河中打斗，所以开拍之前必须要把全身埋到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导演喊开始，两人才从河水中冒出头来表演。由于河水湍急，打着打着就会跑出画面，于是被反复重拍多次，上来之后全身都是冰。拍摄醉剑对醉棍的那场戏时，李连杰和对手戏演员直接闭关7天设计武打动作，饭都是送进去的。而最经典的下练三伏、东练三九、两臂平衡、挑水桶等场面也都是李连杰自己的设计。为了拍好骑马打斗动作，演员们专门花3个月的时间来学习骑马。扮演谭宗师傅的于海因为马跑到马厩，一转弯被甩了下来，断了胳膊。于成慧在练马的时候脚蹬到马凳上，被马拖断了锁骨，两人连戏都没有开就直接下岗。而更让人感动的则是各地听说要拍摄国产武侠电影，而且是少林寺，纷纷无条件支持。每到一地，拍摄场地、设施设备、人力物力一切免费，军马部队给免费提供，剧组也都住在军营，没有饭吃，河南省就每个月送几包大米到剧组。李连杰等一帮演员没有片酬，每天只有1块钱的零用钱，拍摄时间也非常充裕，剧组没有经济压力，演员根本没有档期一说，所以张新妍精雕细琢的拍摄每一个镜头，也不用考虑宣传和收益。为《红楼梦》编曲的作曲家王丽萍在为少林寺作曲时，专门融合了河南地方风曲，半个月就写出了主题曲《少林少林》，同时又编写了《牧羊曲》的歌词。然而仅隔2天，他便跟导演主动提出要推倒重写，因为中国戏剧形成也就400多年的历史，而少林寺的故事讲的却是1000多年前唐朝的事情，创作必须符合历史，旋律兼顾大众审美。这重新的一改，也让《牧羊曲》被列入经典。南征北战2年多，2个多小时的电影终于在1981年7月杀青。1982年春节，《少林寺》在香港首映，一上映便一举打破功夫片历史最高纪录，海外版权总收入达到2000万港币，陆续发行了外文版、英语、泰语、德语、日语和法语。同年6月，《少林寺》在内地一上映便彻底炸锅，观影人数直超5亿，在国内共印了1000多个拷贝，仍然供不应求。于成慧的双手剑、于海的螳螂拳、季春华的鹰爪拳、孙建奎的醉棍，以及2位主角羞涩纯真的爱情，让亿万人为之着迷。一时间。
间，全国掀起了练武的热潮，各个书店都有跟武术有关的书。有的农村露天电影看少林寺，一晚上放2场，结果第二遍的观众与第一遍的人一样多。有人翘课坐火车去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后来让警察给送回了家乡。有的男生学电影主角剃光头，结果被拽到操场罚站通报批评。更有人见树就倒，见墙就踢，见东西头就朝上撞，足可见当年的影响。从1980年筹拍至今，少林寺的故事已经讲述了整40年。这部电影的影响也早超过当年所有人的想象。它不仅带火了河南嵩山，让千年古刹和少林功夫名扬四海，更让世界知道有个地方不仅有最厉害的功夫，也有着最慈悲的心肠。